恭喜你们一家团聚。妈妈，还有个好消息，有办法能送你们回去了。真的吗？这是身份识别器，带上它，天黑后来公司找我。那太谢谢你了。我们来了，小雨，你在吗？欢迎你们，我的试验品。什么？不是要帮我们回去吗？真是小天真，将你创造出来不过是为了吞噬你，成为我的养料。启动超能抑制器。玄天，你怎么了？别担心，异界来客的身体可是很好的实验素材，你们的结局我早就设计好了。带他们下去。失败了吗？不过没关系，这段视频足够了。只骗人。